我好像从那个屏幕上看我吹那个什么陶笛的时候，嘴型真的很难看。这样吹再吹的，真的很丑。不想吹了。侧脸就没事，侧脸看不到吗？那我侧过去，侧脸看不到吗？我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4岁。Thank you.
天嘛，这首歌叫《千年枫叶》。